滚。有时候我都发现一个规律啊，每次我做好吃的时候，紧接着新的就做一顿比我更好吃的。没有，咱们明天才走呢，是不是？行，咱们是不是搞一顿肉吃？哎，搞一顿肉吃，安排。我让他吃海鲜，你让他吃肉，好吧？行，好，他吃肉，是狼是狗。
真的马上就要光盘了，赶紧吃，不吃凉了。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光的盘子。说你呢，点你呢。啊，说那不好吃是吧？不是，那太多了。不是，你那是太多了。那我再给你买一份256年份。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结束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就本期视频点上一个赞。我们是好兄弟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这次齐了。